今天是10月15号，是王红的生日。我们去吃蛋糕吧，我请客。你喜欢吃什么蛋糕？我最爱吃草莓蛋糕。这里没有草莓蛋糕，只有巧克力蛋糕和芝士蛋糕。我更喜欢巧克力蛋糕。好，我最爱吃巧克力蛋糕。你想喝什么呢？来一杯水就可以了。我要喝咖啡。我要喝可乐。王红，你今年多大？我19岁。祝你19岁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谢谢，这个蛋糕是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王红，你很喜欢唱歌，我们今天晚上出去卡拉 OK 吧。可以，那我们去福华路吧，那边有 KTV。 好的，在福华路也有很多餐厅，我们先唱歌，然后可以去吃小吃。吃小吃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，我们下午5点一起打车去那边吧。行。王红，李中田，我可以带一个朋友吗？他叫周一天，很喜欢唱歌。李玉，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？不是，不过他很喜欢王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和他只是朋友。